法基拉不干啦，当哥哥基雷死啦，你妈卖尽心思跳加班，天当地外的啥不干啦，哦哇啦，彻底放弃不干啦，明天就这了，万死之不干，回家打游戏。跳加之后才不是控制不清，整部作文还留了我一月，算是个男孩大师一命无，怎不把我放枪毙，心甘情愿也通过了学局，放着不长的让地球失权，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，要说玩家全体就是那么一群鸡，他听说是一群涌出了一个傻傻的，不用跳江过血谱就反常给力啊，是你胸口声音就能稳把外界，听听自己唱的都是谁，跳江这是他他是神了吧，放弃啦不敢啦，一堆个体真可怕，比战可怕元首的出城堡还有剑客啦，不敢啦哦哇啦，彻底放弃不敢啦，啥都不敢还能神跳江，还有什么玩家，放弃啦不敢啦，当个个体来死啦，你妈费尽心思跳江半天到底为个啥，不敢啦哦哇